一块多一瓶，一块多一瓶，这个蓝莓叶黄素食软糖呢，今天呢老季就卖一块多一瓶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啊，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，同行呢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妹啊，不要再去卖别家18.9啊给咱发10瓶的蓝莓叶黄素食软糖了。今天呢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3元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5.9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食软糖。咱家这个蓝莓叶黄素食软糖呢，它是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大厂家，并且呢是 CPIC 太平洋保险承保的啊，咱吃着更放心。好多哥姐姐一直私信老弟，就问咱家这个蓝莓叶黄素食软糖啊，它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？其实啊，它这个是不挑人群的，就像咱平常呢眼干眼涩眼疲劳，经常 iPad 手机不离手的，经常在强光底下工作，在电脑底下工作的朋友啊，咱都可以去吃它。像小朋友呢经常玩 iPad 经常玩手机经常打游戏的，经常照台灯写作业的，像咱家里的老年人呢经常刷短视频经常看电视剧的啊，咱都可以备上一瓶蓝莓叶黄素食软糖。大人呢咱一天吃两次啊，一次吃3粒就可以，像家里的小朋友啊，咱一天吃两次，一次吃2粒就可以啊。看一下啊，都是这样独立小包装的，咱平常携带起来啊是特别方便。哇塞，看一下啊， QQ 弹弹，它这个味道呢就是酸酸甜甜 QQ 弹弹啊，蓝莓口味的，就像吃了一颗小糖果似的啊。而且呢咱家款软糖是真实的添加了叶黄素酯。叶黄素酯呢咱大家都知道啊，它是眼睛的一个保护伞，通常呢是需要外界去获取的。而且呢还特别添加了 DHA 藻油和胡萝卜素啊，对咱们啊真的特别的好。关键呢今天的价格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今天老弟这下单直接给您挂一张3元优惠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5.9啊给咱发10瓶蓝莓叶黄素酯软糖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哥优惠券啊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敲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，如果是15.9给咱发10瓶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